让歌手得到一罐饮料。谢谢。这是洛神花吗？不是，蔓越莓。蔓越莓，谢谢你。应该跟你们分享哦，可是我已经喝了，有人要倒来喝吗？很客气哦。好，那我很客气。今天有没有人要点歌？原住民的歌啊，我刚唱一首是啊。在唱哦，哦，你想怎样的？你想要哪一种？我想你白蜜酒。你不晓得哦，哦，你很烦呢。你点一个你不晓得的。你是哪一组的？白浪酒。泰巴朗之歌。我的血统比较复杂一点，我是卑南族加阿美族。你有概念吗？也没有。又爱问，然后又不懂。可是问久了就懂了哦。好，白米酒，也许有一天没关系。台东人，太平洋的风，台东人。好，我先唱一个泰巴朗部落的泰巴朗。好，好，你们会唱吗？不会，有点会，也不会，试试看，可能有人会。我先回吼，准备好。哦，哎呀，哎呦，咿呀，哦，哎呀，哦，哎呀。Ha ha ha!